OK， 好，下一個問題就係咁嘅，即係有啲人話，如果神係愛，點解世界咁多災難？都有好多人講嘅，啊點解邊度打仗啊，死咗咁多人啊咁樣。咁其實個答案咧就喺創世記第三章，當亞當夏娃犯罪之後，神就話咒咗呢個地。咁當呢個地受咒咒同埋人類犯罪之後咧，第一人類製造呢個世界好多嘅災禍。是因为人类犯罪之后，所以这个世界就变得不完美，即是神的爱呢，就不是说人类犯罪之后依然这个世界好像伊甸园，这个世界已经不再是伊甸园，而且好像在、洪水之前这个世界越来越变坏了，而现在呢是变本加厉，因为如果神要拦阻呢，唯一的方法是立即审判，因为那些人不信耶稣嘛，除非他立即審判，如果不是這個世界依然是會越來越壞，即其實現在的人呢會發明一件事呢都會有一個壞的用途的，即有些有好的用途，但總有人用它來做壞的用途，是那些壞呢也都更加難以攔阻，即二三十年之前呢，那些欺騙啊，那些人那些犯罪的方式是沒有現在那麼惡毒的，所以個來源咧就係來自罪啦，同埋呢個世界受咒助啦。咁好啦，咁神點解唔攞走苦難呢？根本喺罪惡之中就一定有苦難，同神疏遠就一定有苦難。咁呢啲苦難咧，其實亦都係會叫人悔改嘅，因為咧喺箴言都有講到，即係智慧喺呢個舉喪之家，即係喺嗰啲。有死亡的時候，人反而有智慧，因為他會反思一下人生的意義。在痛苦的時候、罪惡的時候，有些人會反思，不是每個人都會反思，不過有人會反思的。所以我們明白就是說，就算基督徒都有苦難，因為我們都是一樣有，我們一樣會病，我們一樣會老，一樣會死，我們一樣會見到壞人，一樣會被人欺騙、傷害，因為這個世界都是這個敗壞裏面，但是基督徒有什麼不同呢？就是這些所有人做了我們身上的，或者我們身體帶來的問題，不會令到我們失去神的對愛祂的人的祝福，因為神應許了愛祂的人，神就為你預備眼睛未曾看、耳朵未曾聽見的恩典。聖經沒有說到神為愛他和那些呢沒有災難的人呢就有這些恩典，他沒有說，總之你愛他，他就會給你的了。所以呢由這個經文我們看到，先求神的國和義就是交給我們，就沒有人能夠搶走這些恩典了，所以我們就可以深信，我們只要我們聽話，聽神的話，遵從神呢，恩典是隨著我們，就算在大災難，我自己來說呢，我是想留在大災難的，即是進入，我不是想永遠在大災難，我是想進入經歷大災難，也都想在整個過程中，即是我不是想永恆都是大災難，我不是喜歡大災難，但我喜歡在大災難裡面看到神的作為，還有可以在那個時候能夠那些基督徒更加倚靠神，因為大災難呢基督徒只有一個方法，就是倚靠神才可以生活，因為不倚靠神呢根本沒有食物，因為要拜壽嘛，如果想得救是一定要不可以拜壽，所以那時候基督徒就會很剛強的了，即是沒有不冷不熱的了，個個都一定很多祈禱的，而且那時候都不用上班了，沒得上班的了，即沒因為你上班要想要有人工一定要拜壽，即是凡是公司都一定要拜壽才能存在，所以基督徒那時候只是祈禱求神供應。但現在很多人都說，哎呀我好慘，我的命好苦啊，我被人蝦，我家人對我不好啊，即是經常都注目在這些東西，到時呢還更加多，但是在更加多的困難中，我們不斷倚靠神，我們就會有更大的恩典和能力，是我們今世沒有的，所以最好就是基督徒今世都學習不用介意那些苦難的，他拿不走我的恩典的，我聽神話就可以了，你越是有這個信心，你就越不受人影響，你就越開心，即在我來說，其實我內心都會有時有些人攻擊我，說些不好的說話，但我又不介意，不放在心上，他又傷不到我，又不能夠破壞到我的生命和侍奉，我就深信行完神的路就最好的，有信心行神的路，遵從神就最好的。 OK， 好。